大家好，之前很多人问我说，为什么魔术师把牌拿在手上一摸它就可以变了？很简单哦，这样子我今天先不要再教学，普通的牌没关系，红桃八不喜欢，我也不喜欢，手上没东西，我只要把它放在手上，这样轻轻的摸一下哦，自己看，咻，摸一下，哇哦，瞬间变了，看到吗？瞬间变成一张黑桃圈。有人说黑桃圈我还是不喜欢，没关系，你还是不喜欢，放上来，咻，瞬间变成一张黑桃 A。为什么？因为 A 是最大的啊，这才厉害，对不对？啊，很多人问我说这个摸牌变脸，一摸就变，怎么做？来，我们进入教学环节。为什么这个手像这样一摸，你看，就变了？为什么可以变？然后再盖回来又变了，可以变很多次。好，这样子，很多人问我这怎么做的？来，我们来一个详细的教学，你看清楚了，它是这样子的。我们首先轻轻的推出去的时候，这边划一张起来盖上去，看到吗？盖上去，同时回过来的时候，再下面再拖一张牌起来，然后这样挡住，挡住是看不到的，对不对？然后直接盖上来，瞬间就变了啊！原理就这么简单，来学会的多多关注我小龙，带你玩魔术。